要走马路哦，车车是走马路的，知不知道？对。那经过路口的时候啊，两条路接在一起的地方要慢慢走。好。好，慢慢走过去。弟弟有两台车，姐姐一台车啊、哦。因为我比较喜欢你。你喜欢红色车啊、哦？嗯。我喜欢蓝色车，我要去停车场。好，去停车场停好。好，好，你们去。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好，你们去那个看一下有哪里可以走哈。你们去加油站，有没有加油站？我在这里加油。好，哦哟，那里有加油站啊。嗯。那个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是吗？这里没有加油地方吧？好吧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哦，是那个是，那个是拜拜的地方，不是救护的地方。为什么有救护标志？那个是十字架，那个是拜拜的，那是拜拜的啦。嗯。